哎呦，那两把都是那个古井村。脖子不是一直抓着我吗？野人反而才比较好溜吧？啊，干，三个都在这里是怎样？好笑哦！好笑啊！佣兵人皇不休，即使跑过来，我觉得还情有可原，因为我是被两个人夹在中间。他旁边也没鸡。靠北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这还真的给他放到了，这个真是的。应该，因为前面这边也太窄了，我路也很容易被断。刚才好像再继续跟他绕一圈也不错的哈。哎呦！欠打。啊，好像躲不到哎。我操！哎，我操！是这样吧？完了！我本来想说借他那个帮我推过去，然后开始躲他攻击，说就推来不及走掉。No!
要搞我哎、欸！喂，我跑，我在跑。喂，我走这里。喂，哎呦呀！我走啊！这个不是 A 牌的脖子吗？啊，刚才编到脖子是不是？